那个辣椒根拿去熏辣子最好，熏了不长虫。嘿，调皮匠，你晚上不睡觉，你还得笑，你是高兴吗？你是熬你妈，晓不？累死了，你今晚上啷不睡觉哎？要哭？为什么？啊？讲讲看，你白天是没得睡哦，晚上都不睡，羞。老么子？老么子？你个装半天，眼巴扣那么大个粑粑。痛不痛啊？你要把那么大个粑粑，可以痛不？这个小家伙比较慢，扣这么大个疤他就不哭。早上醒了才看到他脸上这么大个疤，痛不？忙嘴，小走，小萌子。起来了，我想睡觉喂，小家伙。这两天啊特别的调皮，晚上不肯睡觉，白天就呜哇呜的睡，晚上就哭，是不是睡缓吧？今天不准睡了，再睡就打屁股。今天晚上再不睡我就把你送去给人家带，送走。哎咻，怎么哈气连天的？哎呀，你看，大妈高兴了，大妈高是不是？太虚伪，那你妈休息吧，妈啊，那你妈休息一下。这两天晚上特别调皮，哭啊，晚上都没睡，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，哭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这是哪里不舒服的吗？不知道晚上，肚子他也没拉呀，晚上就哭啊，以前从来不哭，这两几天晚上哭了好几个晚上。估计是白天睡多了哟，是不是？白天也没怎么睡啊，也没怎么睡啊。嗯，那这样嘛，你干脆。给我带几天吧，反正我也想带。你帮我带，行，我怕不得。今天晚上就跟大妈睡行不行？我正好也想带是吧？行不行？你晚上大妈带，哎，高兴，笑不笑？笑一个，来，来，笑一个，来，今天晚上跟大妈睡，你就笑一个，行不行？行。我估计带不住。很多朋友都说，他说让我多带一下，带这么小啊，睡下觉我就很快有小宝宝了。对，所以让我带几天也可以。说不定是，你看那时候我不是一直怀不上吗？后面女儿回来了，我就天天把她带，后面就怀上这个小家伙的。所以说，你就给我带几天嘛，我带到丽川去，好吧？可以。带到丽川去，看不到你妈，你就不想啊，对不对？心思，你看，你出生的第一个抱你就是大妈，对呀，再去跟大妈睡两晚上，估计大妈肚子里就有宝宝了，再给你生个弟弟妹妹你带，行不行，小黑呀？可以不？行不行？跳哪里哦？行，你晚上跟大妈睡哈，好好的照一下大伯，让大伯先实习一下怎么带娃，对呀，好不好？可以，经过愉快的决定了，等会让你妈把东西收拾好，我们就带过去，把牛奶呀、衣服都带着，好吧？行，好不好？OK， 来 OK， 哎 ，OK， 让你大伯好好带两晚上，可以不？阿姐，带着我们家去，带我们家去啊？啊，可以，你们同意不？同意，同意，巴不得，巴不得，我要同意，同意，他也同意，巴不得。你别想多了，他不是送给你，他只是给我们带几个晚上，有你累了，你以为是送给你哦？带几个晚上啊？暂定一个礼拜嘛，暂定一个礼拜，那更好了。那我可以睡整夜觉了，我巴不得哦。你看，这香味，你看，就是我们要带到他开心的，看到没？久违，久违，兴奋的，兴奋的，激动是吧？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让大伯先学习一下经验啊！好，大伯，我一直抱着笑这个，他不愿意抱，哎呀，大妈感情好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就是不喜欢帅哥了。大妈感情好，不喜欢帅哥了是吧？这玩具，现在去把他感情培养好一点啊！我去收东西哈。小家伙，带点奶粉，带点尿不湿，让嫂子今天晚上带一晚上。嫂子以前一直说要带丫丫去一川住两晚上，以前我就怕他带不住，今天晚上就让他试一下，那能不能带住？多备点奶粉。
带两块衣服，拿点尿不湿。来来来，交给你吧，来一瓶尿不湿，衣服在里面。哦，今天晚上大妈吃一下，看能不能带住。好，带得住就天天去大妈那里，不成你啊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不定了。不是多带几件衣服哎？有，都在里面，尿不湿男生都带的有。啊，怕尿湿了，等一下不好哦。哦，那半夜要你送衣服的就，哎呦，就划不来了。半夜我就不送喽，打光咚咚睡觉啊。你看他想看，哟，他开心，他喜欢看这些灯光。大妈，那你灯好看，灯漂亮，灯亮，好不好？不要哭哎，到时候哭了怎么搞啊？你哭了不要，我把你接回来啊。说是这样说，我现在有点小担心呢。你不要哭哦，你不准哭哦，你哭了我把你丢在那里的哦。好不好？不会哭啊，我不会哭的，不哭啊。他晚上好睡，只要睡着了他就不哭了。嗯，如果哭了你给他兑奶粉吃了又睡了。好，哭我就给你多兑点牛奶，好吧？咯啾咯啾，哈哈哈哈哈哈。